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dy，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去一间比较隐世的咖啡。我想那里的窗的风景是全港独有的，重点是什么？可以带埋速跑嘛，速跑。但他又不理我了。他每次一搭的士就会去左手边的窗那里看风景，完全不会理其他人的了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探秘一下这间这么隐世的咖啡。今天就带埋妈咪一起出发，我们两个路痴望着地图完全不知道怎样走上去，因为位置比较高，我们选择了搭的士，沿着红棉路一路上去很快就到了。哇，咁快我哋就落咗的士啦，完全唔使跳标咯，由金钟嚟呢度咧24蚊就得噶啦。咁我而家落车身处嘅上边咧就系缆车嘅车柜啦，跟住咧同大家行过嚟先，呢条咧就叫做缆车径。我哋而家嘅位置咧就喺坚尼地道啦，然后望住缆车径落去下边咧，一路沿住咁行咧就会见到我哋想去嘅嗰间咖啡噶啦，就系呢个位啦。哇！你今天又去街街呀，是不是？走到下去就看到餐厅的门口了，它对着呢就正正是一个缆车的车轨了，是不是很近呢？如果很好彩坐到在这个窗边的位置，那一会儿有缆车经过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还可以拍照打卡。餐厅呢还有一个室外的小花园，有大约四五张台左右了。出发 ！Hello！除了呢几张台之外咧，出边仲有一张千秋凳可以玩下啦，影下相咁样嘅。我哋嚟到坐低咗啦，因为有出牌关系咧，我哋就要坐室外啦。咁里边嘅环境而家有啲多人咁，所以一阵间睇可唔可以少啲人拍俾大家睇啦。咁嗌嘢食咧就要喺里边嗌嘅，就会有啲 order breakfast 啊，或者系 lunch set 咁样，跟住佢就会俾一个呢啲嘅仪器啦，佢响嘅时候就可以攞嘢食噶啦。咁佢嘅消费又唔算特别高嘅啫。我嗌啲 lunch set 都系50蚊左右啦，咁再连埋嘢饮都系60蚊有找嘅一个人。咁所以有个咁样嘅景，我觉得都几开心。一阵间咧会见到嗰啲缆车经过噶，就好好我嚟影相啊，跟住拍片都应该几靓咯，好有特色嘅一间餐厅。而家大家礼拜六日咧，成日都会揾一啲特色啲嘅咖啡咧，我觉得呢度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嚟嘅。好啦，我哋啲嘢食到啦 ，Topper， 你挡住咗我镜头啊！妈咪咧就嗌咗一个肠仔芝士肉酱意粉配一杯朱古力嘅，喺冇任何准备之下咧，突然间有缆车行落嚟啊 ，set 机都 set 唔切啊！喂喂，唔好挂住我啲嘢食好唔好啊？而我咧就嗌咗一个好似学生餐咁样嘅鲜茄蛋牛肉饭配一杯热朱古力，好靓啊！这个价钱嗌的朱古力竟然有奶泡，有些惊喜啊。今天真的很难得啊，第一次见 Chopper 对于出面的景色有兴趣，周围望啊。又讲多一个秘密给大家知啊， Chopper 是不懂自己坐在一张凳那里的，他一定要坐在人的大髀，如果放他一张凳自己坐呢，他会害怕的，胃高到脚震的。埋位预备了好久，我们今次准备好了，还见到有人跟我们挥手添啊。Hello 啊，快点 ,Hello!我覺得呢度啲嘢食咧 OK 啦，你唔會話佢非常之好食啦。可能因為我嗌嗰啲係 lunch set 一個普通嘅番茄蛋牛肉飯咧，就正常發揮咯。我覺得同埋個價錢其實50幾蚊連嘢飲咧，都唔會話去追求啲乜嘢噶啦。咁但係呢個景咧，我真係覺得非常之值得一嚟嘅。可能嗌翻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雖然貴少少啦，但係佢有個龍蝦湯嘅通心粉咧係幾吸引。不過今日就唔係好肚餓，所以就唔想嗌到咁貴咧，就嗌咗個普通呢啲午餐啦。做乜嘢啊？又有纜車啦？明唔明啊？呢度每我諗10零20分鐘咧，就會有一班纜車上落咁樣經過咧，都幾得意啊！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興趣或者好少嚟港島區啦，然後冇一點搭纜車嘅經驗咧，應該會覺得呢個體驗幾得意嘅。同埋呢度咧，其實好近香港動植物公園噶，大家有冇去過呢個地方？可能小學嘅時候啦，幼稚園嘅時候有嚟過啦，咁但係大個嘅時候，大家有冇去過咧？我自己好中意，因為佢係一個香港免費嘅動物園啦，裏邊有猩猩啦，有
丁滿啦，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動物咧。雖然初爬唔入得去啦，但係我都可以擺翻啲片段喺片尾咧，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因為之前去嘅時候想拍低，但係我最後冇剪到條片出嚟。咁而家啱啱好喺呢一個地方咧，就可以加埋呢個行程咧 ，group 埋成為一條片咧，同大家介紹一下嘅。出嚟玩開唔開心啊？出嚟玩好眼瞓啊？係咪啊？笑笑咧？點樣笑笑啊？點樣笑笑噶？一場嚟到就梗係把握機會影多幾張相啦，趁個纜車上上落落擺好 pose， 萬事俱備，只欠狗仔嘅表情，你睇下佢塊面，唉，冇理由淨係媽咪幫我做攝影師影相噶嘛，等我趁佢影緊纜車嘅時候咧，幫佢影翻幾張不經意相先，順便俾大家睇下每次有纜車經過嘅時候有幾耐時間可以影相啦。其實在餐廳門口望出去就是堅尼地道的纜車站啦，咁所以會見到啲纜車停喺度上落客噶。介紹完一間咁有特色的餐廳，而家就帶大家望下呢個香港動植物公園啦。由餐廳行過嚟大約五至十分鐘的路程就已經到噶啦。我細細個咧係住喺呢度附近嘅，所以咧成日都嚟呢個公園。我中意呢一度咧係好有殖民地嘅氣息啦，好有童年回憶嘅感覺。细个嘅时候咧，好惊呢啲雕像噶，我惊佢哋咧突然间会喐啊！其实香港动植物公园嘅面积咧一啲都唔细噶，慢慢行都要行两至三个钟啦。里面有唔同嘅雀仔啦、马骝、猩猩、狐獴，甚至乎咧啲豚龟都会见到噶。唔好以为呢一个免费嘅动物园咧，你见到嘅雀仔一定系啲好普通啊，成日好常见噶啦。呢度咧都有好多大型嘅雀仔或者动物俾大家见下嘅。呢个丹顶鹤啦，其实真系好大只噶，同埋咧有一大堆嘅红鹤咧，都系可以免费就参观见到噶啦。其实有一段日子我都好唔中意动物园嘅，觉得动物唔应该俾人困住啦，应该自由自在喺大自然嗰度生活啦。但系人类系咁破坏环境，我会谂如果唔咁样养住佢哋，有冇机会有一日佢哋全部都绝晒种呢？不过到今时今刻咧，我都系唔赞同用动物去牟利啦，用动物表演咧去赚取金钱呢样嘢嘅。看完不同的雀仔就看到这个牌了，我就很开心，想着可以看到丁满，沿着这条路就可以去到隧道了。很可惜因为肺炎的关系，哺乳类动物区已经删了，所以为什么这条片最后没有剪到没有出到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既然冇得睇動物，不如帶大家望下附近嘅環境啦。細個嘅時候咧，呢度叫做冰頭花園，個噴水池咧係有三個大波波球噶。雖然而家都好靚，不過我都係中意細個嗰個多啲。叫得做動植物公園呢度當然唔係淨係得動物啦，啲植物都好值得去睇噶，全部都種得好靚噶。咁所以咧，我都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嚟下，唔好錯過咗香港一個咁好嘅地方啦。今日呢条片就带大家去咗一间比较有特色嘅餐厅，同埋参观咗半个香港动植物公园。其实咧，佢系香港最早建立嘅一个公园嚟噶，已经有超过150年嘅历史。所以大家假日如果谂唔到有咩做，除咗郊游、行山、野餐之外咧，我觉得呢度都系一个好去处嚟嘅。希望你哋都会中意今日呢个介绍啦。无论餐厅又好，公园又好，行翻去金钟或者中环咧，都只不过系15分钟路程嘅啫。所以地理位置嚟讲咧，都算系几方便嘅。系啦，咁今日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嘅话，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个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噶，逢星期六晏昼3点同埋星期日晏昼12点。系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